我是候鸟，我来回两地之间不是计算距离，是高度。从2012年开始，我每年一月回到3000公尺高山的家，跟其他逢年过节返乡的游子一样，从来没有缺席。我想要细细看阳光下蓝天白云的翠绿草坡，我想要深深呼吸森林清爽的云雾，我期待踏入冰冷如雪的溪涧清泉。回家不用想太多，只需要静静感受与心灵休息。我总是期待着与这些高山向导伙伴同行的时刻，可以听到很多山上的故事，当然喝酒的笑话就更多了。瞎闹归瞎闹，专业的他们一到达住宿点，很快就把一切安顿好，取水、煮饭、整理营地。在寒风刺骨的夜晚，一顿热乎乎的晚餐，吃的是满满温暖安慰。我来了，我想看中央山脉从嘉明湖到大水窟的风光明媚。我想看八通关古道80年来的繁华落尽。我渴望回到云深不知处的家，我知道他会给我大大的拥抱。我回来了，从向阳开始要先爬上中央山脉的能线，然后沿着山腰路走到嘉明湖避难山屋，爬山超过1000公尺，两个台北101的高度，想到就头皮发麻。我的策略是用最慢的脚步去调整心肺功能和适应高度。如果走上能线，身心状况还不错的话，未来9天就没有问题了。我不求快，这段路我走过很多次，摸黑对我也不成问题，就慢慢往上爬吧。Thank you.
脚踏上人线是最美妙的时刻，群山峻岭宽阔地展开在你眼前，光影随性地在这里创作变化，怎么演都是完美作品。心满意足，忘记刚刚1000公尺爬坡是怎么挺过来的，但不重要了，我肚子饿了。热腾腾的晚餐在上屋等着我。煎香鱼，早上快煎香鱼，晚餐煎香鱼，早餐煎汤包肉。今天走的是优子天堂路，一大片漂亮的短草坡迎接你一路到嘉明湖。天气好，走起来很像在一片天然大地毯上郊游，舒适程度破表。有名的百岳路线、中央山脉南二段、玉山群峰、马伯横段，宽阔从容地展开在你眼前。嘉明湖是台湾最美的宝石，安安静静被上帝放在高贵的绿石榕上珍爱着。为他不辞劳苦而来的朝圣者，必然被邂逅的那一幕所感动。无声胜有声，闭上嘴，享受当下。众人还沉浸在嘉明湖美景中，我悄悄背上背包，慢慢踱到三叉山顶，再访一等三角点的无敌美景。从嘉明湖到拉库因西山屋一路下坡，走在一片无边无际的大草原上，有一份奔放自由的欢乐。日正当中走到山屋，赶紧冲到溪边洗个战斗澡，洗完舒适到不行。卓哥从台南带了石斑鱼来煮鱼汤，顺便煎个牛排。接着东惠大哥来一壶现煮咖啡，暖暖阳光下一切都那么完美，可见拉库因溪的午后有多么欢乐。
南窗头山就像一座巨墙挡在你面前，从山屋出发就无可逃避，一路爬升666公尺到山顶。小杨说这是南二段最累的路段，但是我超爱这片艳阳下美丽的草原风光，支持着我一路对抗地心引力向上挺进。台湾真的好美，上辈子烧好香才能有幸生在这里。在南双头山顶，我感谢神的恩典。为什么要爬山？眼睛看到的就是答案。休息够了，往云峰岔路口出发。深秋时节，满山遍野开着红花的马醉木，似乎提醒万物准备过冬。一路有风声，有鸟鸣，偶尔点缀几声水路警戒的吠叫。上帝有他喜爱的即兴创作，信手拈来就是光影巨作。走累了也看够了，恰好的时间来到鹿鹿谷山屋，又是晚餐时间。都会跑去那个平安寺吃羊肉炉啊什么的。人品用完了，封面进来，雾雨开始罩顶，从山屋出发就一路爬258公尺到鹿鹿山岔路口，向导们很辛苦啊。老天还是给了机会，鹿鹿山顶天光乍现，最好的登顶礼物。天气不好不见得全是坏事，注意观察，会有绝佳美景不期而遇。浓雾中抵达塔芬池，既然有水源，四个人不约而同煮泡面吃午餐，储备爬塔芬山的体力。下完了，最陡的下完了，最陡的下完了。明天就要爬达芬，干！明天就累了。雾雨天气中有干爽山屋住宿是一种幸福，又是美好的一夜。
芬山屋到达芬尖山，引来一段又一段的无穷上坡。喝酒的笑话，原住民的笑话，向导的笑话，成为一路苦行的锐步，用来振奋自己。时序来到十二月，看到这般美景真的很有感觉，有点像大型户外圣诞树特卖会。终于到了，三十年光阴匆匆，我再来到达芬尖，好久不见。雾雨不断，只能埋头苦行。终于来到大水库山屋，我的中央山脉行程在这里写下句点。他是教小学英文的啊，还是老师？你敢摸枪都给我摸？那个我知道啦。八通关古道东段从大水库到南安登山口约68公里，要花上4天行程。这段路还保有许多日治时代住宅所遗址，比起古道西段有着更多的历史人文气息。除了能见证布农族从南投一路往东迁徙到花莲的历史，日本人透过他们建造的古道留下许多在台湾的印记。走在这里，心思不断，时光穿越，低回不已。
几个大住宅所遗址都还相当完整，如大水库、托马斯、伊西拉、大芬、多美丽，都保留了完整的格局。其中我最喜欢的是大芬。大芬是八通关古道东段上最大的布农族聚落，除了日人住宅所的建筑遗址，布农族家屋与耕作地遗迹也不少。这里比较干燥暖和，勒勒溪与阔阔斯溪提供了丰沛水源，大芬就是一个标准的世外桃源。古风习习，满山青冈栎、白杨、二叶松迎风起舞，沙沙作响。我只是偶然的过客，却觉得大芬是我前世的家，给我满满的舒适自在。If you give me one more try.